对于二十二号开始连续一礼拜，嘉义光辉站举办着转学回娘家的庆祝活动，邀请光辉人踊跃光辉，也庇佑着空落车，邀请民众来唱歌、饮咖啡。暑假期间是光辉中心会红期，大大欠费扛棒就放在嘉义光辉站的头前。光辉中心表示，目前暑假库存大概有5.5天。近期天气常常有阵雨，无稳定，使得捐血量有下降的趋势。而嘉义捐血站为着要让捐血人方便停车、方便捐血，在捐血站的周年庆当时，将捐血办公室移到一楼，也开放着停车的空间。我们嘉义捐血站从8月22日到8月28日有为期就是一整个星期的，希望说捐血者能够回家捐血的这个活动。那营业时间是也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那就是说为了能够让捐血者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现在从二楼我们的捐血从二楼搬到一楼的话，可以更方便捐血者，而且我们现在也备有停车场。那所以说捐血者如果是开车来的话，不用怕找不到停车位。对，那因为现在暑期期间的话，我们捐血中心的血库通常都会比较缺血，再加上说最近都午后雷阵雨，那一下雨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血量，所以我们也是在暑期的时候就举办了这一个系列的。目前在台北工作、住伫家己的捐血人有600多家的捐血记录，等来到家己的家乡，必去求恩，立即来捐血。我在台北工作。我在台北工作，那为什么会特别下来？家己的亲友，我回到故乡来，在坚持。啊，你今仔捐几百？我做婚礼。啊，做婚礼啊，哈、嗯。啊，你一向拢是安尼做啊？哎，对。伊这有规定讲，偌久才会使做一届？2礼拜。啊，你安尼捐几届啊？我600几。哦，啊，你真正是正港的，你捐来救人的哦。捐血站举办周年庆活动，去年8月重新装潢。以后可以用满一档，邀请关怀朋友回娘家庆祝，在9点到12点拢有空落车，欢迎民众到店来唱歌、饮咖啡，希望借此活动庆生，会用于纾解欠费的处境。谢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